拍摄啊，拍摄啊！拍摄啊！那这摊商送的水果蓝领头机车骑士蒙岸喇叭，陈时中都愣了多看几秒，一早前进汐止恒科市场扫街拜票，这里跟港湖区只有一街之隔，双北生活圈陈时中也没忘了替战友拉票。这边是一个在台北也有相关的一个生活圈，嘉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政治工作者，好，那有相当多的一个政务，就是说台中市的一个经验，是一个非常适合的候选人。不过说好的双北共同推政见，却还没有进度，没有龙中同台，倒是立委高嘉瑜全程更紧。不过，亲跑基层拉票还是逃不了被问到周玉蔻争议，尤其被对手蒋万安大酸他和周玉蔻是小两口谈情说爱，让陈时中不以为然。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不要这样子去转移相关的一个焦点。那有一些候选人也要注意自己的口德了哈，因为口德也代表自己的一个品德。影射什么小两口啦，这些都是没有口德的事情嘛。反批对手没口德，呼吁选战焦点回归市政，要把周玉蔻争议的冲击努力降到最低。欢迎宋景台北采访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